我觉得这世界上最辛苦的职业是工程师。最辛苦的当然是妈妈啊！哄睡哄半天，好不容易熬到小孩入睡，每隔一个半小时，宝宝就哭一次，整个晚上都在掏奶、掏奶、再掏奶。妈妈根本就是极限职业啊！可是工程师也一样睡眠不足啊。网页写半天，好不容易下班，终于可以洗洗睡了。每隔三十分钟，手机就响了一次，整个晚上都在改扣、改扣、再改扣。气色变差，整个人都暗淡了，不要竞拍。而且还会被嫌说不会打扮。我们只是重实用性。这不是妈妈不愿意注重外表，而是因为在我们的心中有更重要的事。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就我出门的时候，宝宝扁扁了啊。我等一下要带宝宝去打三合一哦。三合一是疫苗啦，有白喉、百日咳、破伤风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啊，太晚了，我不跟你们聊了，晚上还要弄十倍粥呢，拜拜。工程师也是这样啊。请问一下，这边为什么荡掉了？不是设备设定错了，当然会垮掉。重开就好了。问一下，这个效果做得到吗？所以它就是 scope 滑过来，想把那部分高，滑走的时候把那部分高部收起来，就这样。好，做得到，就是做得到。